多朋友出来就肯定知道我们出来玩啦。那我们今天要去玩急流泛舟。出发前呢，领队会跟我们讲解15分钟的安全措施，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握船桨，那也会告诉我们在河上如果遇到不同的状况，听到他们不同的口令，我们该做什么姿势去稳定船只。那这个活动呢是非常讲究团队精神的，所以呢在船上是务必要听从领队的指示，那我们才可以充分体会到刺激又安全的游玩全程。我们要出发啦，走。就快要轮到我们上船啦，我已经上船啦。每个人在这一边休息玩水，在想玩水的都可以下水去玩。我们现在又继续啦，去下一站，然后现在每个都已经上船了。来了来了，自己拍不到，只能拍别人。刚真的实在太刺激了，看一看，那边真的太刺激了，真的很夸张。哇，这个还应该还行。哦，这个应该还行。哦，这个成功。有一个哦，一个掉了一个，哦，有一个人掉下去了。我们到这边在等着其他的船。听说下一个有更危险、更刺激的啊，期待吗？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没有掉过。可是我下一个，我真的感觉有点，可能应该是会掉的感觉。哎呦我现在在担心着。有水喝，有零食吃，不错不错。这一边就是休息的，可以拍照，可以喝水，然后吃零食。你看一大袋的零食拿来了。而且就是一直轮流拍照、录影、录像。已经来到平静的河流了，
这里没有那么急了，所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大自然。真的好美，好好舒服哦，这个地方。有过去吗？好像有。OK， 入阵。快啲，快啲，快啲，紧张啦，好风紧啊，好风紧啊，入阵，好风紧啊你。Game了 OK start from here. You can jump, look with your friend until our end point. Jump here, look with your friend until our end point. Okay. One, two, three. Good. 终于游到岸了，我们要上去了，耶！我们终于游到岸了。OK， 我们游到岸。别游肉啊！别游肉！哎，哎，快拉！ OK， 好危险，我这两个好险！哎呀，我们被拉回去，被拉，因为已经要被冲走了。我被拉回来上岸了，还可以拍视频呢。哎呀，我们终于到啦！好勇啊，他们 Kevin 已经上去了。OK， 我现在要上去了，小心哦。我现在上来，然后他们已经准备了午餐给我们吃，我们每个都在吃午餐了，所有人已经坐下来吃午餐了。我们看一看午餐有什么东西吃，有甜品，这个应该是甜品吧，然后还有饭盒，然后还有矿泉水，就是最基本的简单的午餐。好啦，我们已经吃过了午餐了，然后就差不多结束今天这个活动了，你们感觉如何？好不好玩？非常棒。然后我们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因为既然有人拍不到，没有带到他的器材，好，那我们下次再来玩。好啦，那我们下期见，拜拜。